前面的是房管群哦，现在进不了。轻生损失费没有啊？别说这些了，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吧。就哪怕说，那时候他撕我撕的多么的严重或者什么样子，关键是我觉得撕了也没啥可撕的，就把我以前的事情拿出来说嘛，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，为什么要去这样来说我去伤害我呢？没有什么意义，我也没有提过他以前任何的事情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就包括以后如果我谈恋爱，如果我要谈恋爱或者什么样子的话，如果我觉得两个人有缘分能一直走下去就一直走下去，如果没有的话就当朋友，或者说是就各过各的就好了。对啊，没有谁欠谁的，没有谁欠谁的。就是当我真的，就是真的是看破红尘，真的是看破红尘，就是觉得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工作让我很开心。感情的话，我可能会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，我不会像以前那样，可能就那么容易的就去付出啊，或者说是去